木也在那里。有空吗？有一个酒，有一个茶。啊，我觉得是让您挑出宝贝的茶。陈皮白茶，白大师家的树莓小方片。没，好看，白大师还是。对，大品牌吗？嗯。那有能有什么问题？卖多少？145。稍微贵点还是？这我都觉得卖便宜了。为啥？首先，白大师是白茶闷着喝的发明者。其次，白大师是小方片研发者，他就是从白大师这儿就解决了喝茶繁琐、没有时间喝茶、年轻人受空间限制、没法喝茶的这个痛点。其次，第三就是白大师他们家有1.8万平方米的智慧茶仓，就是恒温恒湿的储存条件，能让茶更好的转化。有很多茶9门9泡喝的不好喝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转化条件不行。白大师家的优点，嗯，我觉得卖145不贵，还是有点贵。145多少片啊？18片是吧？对，对用户有啥好处？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茶的品质好嘛，这肯定对你好处。其次就是白大师他们家的官旗，我刚刚看了，卖168，然后卖145，而且送一个杯子。你这早说，这个杯型，这是金属的。是304不锈钢的。确定？啊。哎，这杯型啊。这家官旗的客服啊，还不是为了品牌帮我怕他骗我、嗯。我去问客服，我作为顾客，我说我买这条茶，咱们168有没有赠品？嗯，他说没有。哦。但我咱们有145。168的没有，你保密吧，死不的有，那值得。哎呀，我每次喝白大师，我都觉得白茶，反正就是白大师说自己第二、嗯，真没人敢说第一。今天专场是吧？对，专场行，平时反正也没有。我觉得能卖爆，试试看呗。咱打赌，打赌呗。我觉得这个茶能卖爆，如果卖不爆，我收您200；如果卖爆了，您给我200。行，那就这么定，行。走。